如果你已经在今年的三月为你的仔女办妥小一选校手续，请你在六月五号或者六号回去所属学校网的收发中心拿回他的小一注册证。请你记得携带小一入学申请表或者选择学校表格的家长副本以资证明。记住，你还要在六月八号或者九号去获派学校为你的仔女办理入学注册手续。